易建联进门的时候，我脑海里感觉贝格克仿佛还在昨天，有点尴尬，因为他在魔王赛的时候刚刚屠杀了我们，把易建联都给请来，我觉得书豪哥真的是太赞了。其实那个书豪呢，有写的这个很长串的拼音，我看了一下午，来看了一下，都没看明白。七号，这是什么？这个 ZI。自信吗？啊，自信，自信，是什么？自信，哎，自信哎，是这样。应该是应该矮吧？这个、啊、这矮，对，他没标那个音。自信矮。矮。十号，最好的高个，绑差。绑差。哎，这个厉害。罚球太多。什么？嗯。不，犯规太多。犯规太多。是是。哎，九号队长看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最好的三围。啊。哦，三号位，哎，三围是个战略。最可以跟张宁对打。对打。好像在考验我们的这个，是吧？考验我们理解能力。刚刚苏豪。真的，他要问说我们赢了吗？我说我们还没开始打。其实他比我们还紧张啊，比我们还紧张。排阵。哎呦，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有点不一样。我知道他很强壮啊。我想说这两个一组。对。这两个的一组呢，我们必须要赢的。对对。那这组就是分在第二组呢，还是分在第三组？他们也有可能说把最强的分在第四，最后分在最后。我们想是不是不要冒的风险，不要跟他们硬碰硬。因为呢，苏豪在这个新的准备新的一季 NBA， 我们这次请到同样强大的国家队易建联。其实易建联其实之前是我们的成员，然后我们就让连连过去。帮一下他们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、哦！来来来说一下阿联为什么？首先谢谢周董的演唱会门票，真的。当然跟龙骑士也是之前很好的感情，所以今晚龙骑士加油！J Team 必胜！要提醒他们先把我们三个空间要拉得更加合理一点。三号拿球，只要一放球，加他，打的时候再拉开一点。好，再拉开一点，然后他突破的时候你再往上来，去空间的。有，这里打过来，等一下，反掩护，再打一次。啊，明白。第一个他先过去，然后回头的那一下你要把掩护做好。啊，那一下把掩护做好。如果换人的话，下来不要着急，等一下再吐他。没急啊，不要急。还打洞？啊？我不在看大洞刚刚。好子源，防好人，防好人，打成功继续打，打成功继续打。刚才那个战术，不要变，不要着急投中篮，不是好的机会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一样的。这世界很酷。